酒店咧喺全国中国系有超级多嘅分店，系连锁式嘅，真系几乎每一区都有佢嘅踪迹。咁应该是但拣一间嚟住都应该系睇下个环境啦。其实我觉得睇个酒店门口都几有气势，但入到去就普通咯。飲品可以飲，唔知係咪間間都有嘅。跟住辦理入住手續都算快嘅。我哋揀咗商務大床房，喺20樓嘅。好大間喎都，張牀都好大。電視就細細個。请为千万客群的睡眠提供专家式服务。今次我哋醒啊 ，check 咗个枕头先。佢嘅插头系两脚、三脚，但系就唔系香港嗰只，所以自己要带转插头。佢系冇浴缸嘅，跟住花灑都夠力。風筒都幾大風嘅，我用。佢衣櫃開嘅方式好奇怪，呢啲叫推定拉，好奇怪呢個。我哋呢间房咧系有个劲迷你嘅露台，所以系有窗嘅，有好大片玻璃可以睇到出边。虽然今日天气就麻麻地，认真望都系觉得尘埃比较多啲，少啲打扫嘅感觉。灯啊、地毡咧都比较污糟。一间酒店应该要有的配备它都有的，除了雪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拜托拜托订阅我们，还有 like 我们，还有 share 我们的影片，拜托拜托拜托。